这样子。好，那有床怎么样？假设这么矮，一定不用了。中后排的座位。哎，中间。中间哦，中间两张。好，那这样子。八点多吧，哈，八点。这么快就这样？对，还有可乐跟那个棒子啊，他可乐走不会。一位哈，那这样子，他给你签两位吗？那给你两个前面的位置吗？你说那个两张阿北？对，我觉得很奇怪哦，他每次啊买电影票啊都没有来看。为什么？那他还买两张？挺小的。那这样你是中间的位置。400元。好。然后再加一位。好。是中间的位置。400元。好。然后再加一位。我要那个爆米花跟一杯小可。爆米花跟小可，说不定这样总共是400块钱。说不定可以刷卡吗？可以。干嘛啦？好，谢谢。他是要跟他死掉老婆来看呐、啊。烦死了，很无聊哎。被人吓到吗？不好意思哦，很无聊。好，那这个先还你的票，谢谢。来，忘记了张，这个。OK， 好，来你的票，然后是晚上8点。听风者二楼 A 厅哦，好 ，OK， 那报名的话楼上取就好了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这个谢谢。哎，不然你自己去问他嘛，问他为什么都不来看，这样很奇怪哦，我不要问。不会啊。好，还有，交给你了，交给你了。好啦，好。爷爷，今天想要看哪部电影啊？看一下后面的海报。看什么电影啊？哎，你们年轻人现在都喜欢看什么？年轻人喜欢看的、啊，那我推荐你像是《X 战警》啊，还有《星际战警》这两部，年轻人都喜欢哦。哦，《X 战警》啊？对，《X 战警》哦，就是那种指甲长长的那个。对对对，他是金刚狼，这次就是演他的故事哦。可是那不是他的指甲啦，他那个长长的是他的钢刀。是啊。对，那是他的武器。那爷爷，我们看这部好不好？好好，就这个，就这个。那就看《X 战警》，那要什么时间的？星期六。星期六下午，好吧？下午，好吧？那我们有2点，有3点，要哪一个时间？好，星期六下午2点。那爷爷是一张电影票吗？两张。两张，两张，两张电影票是400块钱哦。好，400块。爷都跟谁一起看电影？我跟我孙子。哦，原来是跟孙子一起看电影。哎啊、我跟你讲啊，好好哦。我跟你讲，我孙子最喜欢跟我看电影啦、啊。我想要看特别。孙子最喜欢跟你看电影，哇，你们感情真的很好哎、欸。啊，两位，对，就是需要到7点40分，7点40分。不知道他什么时间没有空回来。大概2点左右。不会啦。买礼拜六的嘛，放假啊，他还不用回来的嘛。对呀、啊。哎、欸，对了、啊，你那个会动的金刚是不是？会动的金刚。是说那个变形金刚啊，很高很高的那个吗？哦，那个还没啦，那个下个月才会上。哦。对呀、啊，那个也不错哦。变形金刚，哦，我孙子一定会喜欢的。对，我觉得他一定会喜欢。你今天买的这个啊，金刚狼，他应该也会喜欢。好。对，谢谢你哦。哎，可以。很久哎、欸，问那么久啊？哎，慢慢的，这是台南啊。可是电影都要演了，而且我肚子好饿哦。肚子饿了？哦，我们刚刚不是才吃过面而已。可是我还想要再吃2份热狗堡。热狗堡2份，我很饱哎、欸。有没有人叫我吃？自己饿的吃。那你会不会吃太多啊？哈？不会啦，我想要吃，好饿，拜托。好，你开心就好，好不好？真的。那我还要可乐大杯的去冰。可乐？嗯。现在是冬天呢，你确定吗？又没关系，不然换雪碧吧。雪碧还不是一样是冰的、哎？那我还要爆米花，就是咸的、甜的各一半的那一种。你吃爆米花，又可乐，然后我们刚才吃面，还有这个，还要两个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太多了吧你！好，好，好，都买，都买，好不好？亲爱的，你最好了。